Good morning. Hello. 我们去棒槌山。哇，好靓啊！好美啊！棒槌的感觉啊！帮我拍张照片。坐索道去这个山。哇！某某。再见，某星。你看到陈小春吗？成龙、王菲啊，好烦。刘德华在前面了。走。你拳头又硬了。好了，我们差不多了，出发吧。这像大拇指哦，棒的感觉啊。拍照，骄傲一点。好美啊！这一餐是我们最好吃的一餐。你看到陈小春吗？成龙、王菲啊，好烦。我想做我的经纪人，更年期感觉，希望他拿到的时候感动。帮他毁容了。我的 Manny 有好多皱纹。Manny， 你最喜欢的就做你的头上。哇，好开心啊！我们去棒槌山。这个人长得真好美啊！哇，好干。掉下去应该。你的乌鸦嘴。你看到陈小春吗？王菲啊，刘德华在前面了。哇，王菲啊 ，Hello。好惨啊！你拳头又硬了。我觉得我被你带偏了。我想做我的经纪人，希望他拿到的时候看着我流眼泪，好感动。恐怖娃娃，尽力了，起码是一个人的样子。好像整容严重失败，发型好重要。Manny 说，到底我做错了什么？希望 Manny 不要生气。